欢迎你们来到华沙，音乐大师肖邦的故乡。跟我来，踏着肖邦的脚印走吧。肖邦在这里长大，在这里学会了弹钢琴，并举办了自己的第一场演奏会。他在这里开始了第一次的初恋约会。你知道在这儿可以和肖邦一起自拍吗？在这里埋葬着肖邦的心脏，真的是在这里。关于肖邦的一切，你们都可以在这所博物馆里得到解答。你们在这里可以找到储存的手稿、肖邦弹过的钢琴，还有许多跟他有关系的纪念品。如果你想了解肖邦的音乐，那就来华沙吧。在夏天，每个周日，在瓦金基公园里都有露天的钢琴演奏会。而且在不同的咖啡厅里，你们也会经常能听到小型的音乐会。欢迎大家来华沙度假，并了解更多的肖邦音乐。